欢迎来到这期开箱合集。为了准备慢慢的开始做自媒体呢，之前在亚马逊网购了不少电子产品，大多数是打折的时候剁的手，然后前阵子工作一直忙，周末学业务，然后这个我会专门拍一期视频慢慢道来。然后今天呢，先开箱这些宝贝，看看我究竟买了些什么。其实由于买的东西比较多啊，且包装比较类似，都是这种亚马逊的包装盒或者是信封，我也不记得究竟里面是什么东西了，所以一起打开看看吧。